张立昂坑洞激战蟑螂，最怕爬到 Gg 上。张立昂、叶星辰拍摄新戏《三明治女孩的逆袭》。图 3D 提供2018万0409。三明治女孩的逆袭由张立昂与叶星辰主演，两人首次合作，叶星辰发现张立昂私下非常闷骚，有时收工后会去看拍摄画面，他会忍不住称赞张帅气又上镜，结果竟让张立昂脸红。张立昂则认为叶星辰是剧组的开心果，因为太过投入角色，私下也会忍不住当叶星辰，合作气氛颇佳。剧中两人初次见面就掉进坑洞，为了追求真实，剧组特别找来挖土机挖了3米高的坑洞，但拍摄地点蚊虫多，两人都说根本想拍灾难片。其中叶星辰不断被小碎石打到脸，甚至还命中眼睛，让他苦不堪言，直呼根本就像小土石流。张立昂、叶星辰拍摄新戏《三明治女孩的逆袭》。图 3D 提供2018万0409。张立昂则表示，由于坑洞里都是小碎石，要拍摄往上爬的剧情，难免会被碎石刮伤。剧情也安排他在洞内与蟑螂大战，剧组还准备一只活体蟑螂放在张立昂腿上，张立昂笑说就担心会爬到重要部位，到时啪一声打下去，一定会用力打到重要部位。张立昂、叶星辰拍摄新戏《三明治女孩的逆袭》。图 3D 提供2018万0409。